有这个空前的国难，非是国家富强不可。如果我们要求国家的富强，首先要使中华民族复兴起来。换而言之，复兴中华民族未必是要使中国富强，中国富强才可以救中国今日之国难。我们中国有4000多年悠久光荣的历史，并为世界开化最早的民族，我们中华民族也能够一定能够复兴，我们中国也一定可以富强。所以我们一致地敬祝中华民族万岁。